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我的最新单曲叫做《杀手》。杀手这首歌呢，跟我以往的歌曲不太一样，不管是在造型上面、主题上面，跟整个风格上面呢，都是比较不一样，非常有神秘的感觉，非常悬疑，有一点点的邪恶。因为杀手这个主题呢，让人家感觉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我希望能够带出 JJ 的双面的感觉。绝对的完美双手，不流汗也不发抖，交杂在微笑的背后，暗藏危险的轮廓，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，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、yeah.杀手这首歌呢，其实在编曲上面呢有做一些东方跟西方的结合，比如说如果仔细听编曲的话，会听到古筝还有蓝调吉他 solo，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乐器放在一起呢，就会让大家感觉是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新的 J Fusion。 希望杀手这首歌曲呢能够震撼大家，也同时可以感动你。